这是给我的，啊，你的业务提成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哎呦，这年头，嫌钱多的人还真少见啊。你住的那么远，拿着钱从租个房子吧，离公司也近点。其实我住那里都已经习惯了。哎，他不辞职了吗？去，他傻呀，这么好赚钱的地方，他能走？你等着瞧吧，过两天。 还得升迁呢，就你做梦都想当那销售总监的位置，恐怕真成了梦喽。出来了，看那小妖精样吧。林姐，哎，怎么回事啊你？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我帮你擦擦。不用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你把那地板擦干净得了。哎。